你的感觉，想笑，就是，但是说真的、啊，因为我第一个副歌是我觉得还不需要那么重要，因为比较重要的是比较长的副歌，因为那是你们的 verse 结束跟中间，因为已经开始了，嗯，所以中间这个才需要比较多人的部分。那在这个之前，前面的转场是可以用，就是拍一些像扑克牌啊，然后那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。然后跟我们的旗子去做我们的一个形象的展演，对。你也可以把那个爱丽丝拍进去，也蛮帅。爱丽丝那叫什么东西？界面。哦对，爱丽丝，爱丽丝哎，靠！爱丽丝是啊，靠！爱丽丝，我靠！我妈什么时候放一个爱丽丝？什么爱丽莎莎？对啊，所以那你觉得这样，竟然觉得这样子这边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是自然的吗？就如果。